猫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猫头鹰环蝶又名猫头鹰蝶，属于猫头鹰环蝶属的一个物种，是一种热带雨林蝴蝶，体型较大。猫头鹰环蝶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翅膀上的图案，在它们下层的两侧翅膀上分别有一处像猫头鹰眼睛一样的图案，看起来有点凶神恶煞，很明显这是一种警戒色。猫头鹰眼睛图案的功能就是在欺骗捕食者，让对方误认为正有一只大眼睛动物在凶狠地瞪着它们，主要分布于热带雨林及次生林。由于此蝶幼虫所寄生的植物是竹或凤梨科植物，所以被视为害虫，但是此蝶受到蝴蝶收藏家珍视。